一般穿这样的西服，不会进有灰的场合。是，我是觉得这套衣服的质地非常好，一般不会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同事在跟您开玩笑呢。我跟这里的任何一位都不是可以开玩笑的关系吧？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？我需要一套西装。哎，您请这边。您是想自己挑选，还是由我为你推荐？ 给你10分钟，我赶时间。哎，好嘞。先生，您看，这两套材质都非常适合您，您喜欢哪个颜色可以试试。先生，您穿这身衣服简直太有型了。这套衣服的面料采用意大利进口韩丝混纺开丝米，比纯山羊绒更加的细腻有光泽，非常适合商务宴请和高端场合。不需要跟我背书，这些产品说明里都有。 对了，不容易沾灰吧？我有一点洁癖。一般穿这样的西服，不会进有灰的场合。是，我是觉得这套衣服的质地非常好，一般不会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同事在跟您开玩笑呢。我跟这里的任何一位都不是可以开玩笑的关系吧？这套不行，再换一套。 那您觉得到底是哪儿不行呢？哪儿不合适都看不出来，不行就换人吧。我赶时间。您身上这套呀，衣长够了，但是肩宽可能不太够。您看看这一套，您喜欢吗？行了，你来负责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男装是由我同事负责的。你的同事我不喜欢。 不喜欢他呢，先生，这是您的银行卡和小票。这是您刚刚换下来的衣服。谢谢。我去接个电话啊。 面瘫脸，什么了不起？期待您的下次光临。哎，那这单算谁的呀？男装应该算你的吧？太仗义了！哎，但是中午要请我喝杯咖啡，那不是必须的吗？午餐也算我的。 好嘞，哇！哎，苏墨，太实诚了。先生，先生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香水，是您这套西装的赠品，刚才忘记给您了。不好意思。谢谢。不客气。